你觉得他这个投这钱值不值？要我说，这玩意他妈就是一个标志，没啥太大意义。但是为什么是在最后的有效期失效前的三分钟才决定这么做？很简单，没人愿意打官司。如果说你不打官司，意味着你放弃这种权利。当时我特别感动，应该偷我钱包的人是很健全的，这个人又是一个不健康不健全的人，我都没有发现，就是我身边来了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穿的也是很邋遢的，然后他讲话都讲得不清楚的，他说给你，我觉得他这一块钱很。您知道明天光棍节吗？啊，知道。啊，那你会跟谁一块过节吗？啊，可能又是基友吧。哦，那我，啊，如果我邀请你，你会同意吗？啊，应该会。我没有女朋友。啊，那如果是我邀请你，你会同意吗？会同意。会同意，为什么呢？我喜欢跟女性朋友打交道。眼前打人的女孩叫小静，今年14岁，来自安徽阜阳。被打的中年男子是小静的父亲。面对小静的拳打脚踢，他不躲不闪，也不还手。